伸展操作完之后就开始做慢拍，那所了解的。一开始林英杰三个球都解决了相对的第一棒朱老朱洪森，形成一人出局。第一个球出棒打成了在一二垒之间的滚地球，这个球穿越型的一支安打，右外手接球之后，这个球要回传吗？多垫了一步之后，这还来得及吗？做 take， 裁判判出局，裁判判出局。虽然多垫了一下，但张介民火哥还是完成了这一次的助杀了。哇！不是裁判雷蒙，他判定是出局了。就轮到第七棒的陈志鹏，投手转身做牵制，这个蛮快的出局，哇！跑者一不小心的被二垒手牵制出局，在二垒也是挥垒不及，被这样牵制出局，哇！还差一大距离，所以自己的安全距离，然后在垒上的一个情况，还是要好好的去判断一下。顾一成、李豪任以及曹景辉则是下到二局，这个球打者没有出棒，站着遭到三振截捕。这个球结果挥棒落空，遭到林英杰的三振，这场比赛林英杰所投出来的第三 K。想用力拉打，面对这个外角球，你看哈，一下就没有办法跟进了，是身体。这个球出棒，投手接到，哇，这个球真的是蛮衰的，打得还蛮强的，但是被投手林英杰给拦到之后，传往一垒。这也不是抛垒的问题，打成了一个飞球，没错。好意思了，你接下来要被讲铁口，好不好？来看一下这个球，两好一坏之后呢，打这个外角的球，外角偏高的球。